可能是很想跟你说话，但是他不敢。透过眼神动作，让你可以去了解对方。那再来就是说，有很多的团体啊，就是现在因为同学大家都很熟，但是这个活动在不熟的团体，我刚见到一个团，他是很好的，就是说可以跟大家融在一起。嘿，那我想说，各位未来有可能是会去带团呐，哈，或是说会有跟很多团体接触啊。那有时候还有可能会跟你表演一个节目啊，或者是做什么哈，那我觉得这是很好的。那当然就是有的人做刚刚那个，为什么我刚刚没有特别讲？比如因为我们有男生有女生，那有的人会不喜欢人家接触他的身体，啊，所以那不能太勉强。好，有的人会跟你讲我不能碰，那你就不要去强迫要碰他，啊，就是对人的尊重这样。那我刚刚应该说我不要让人家碰。可是你表达出来是你很没有，都是别人用晃的哦。你看我的鞋子，真的，就是有时候语言的表达跟肢体的表达是不是传达的意思会不一样？那叫什么？口是心非。